逃进他冒险换来了财富和欲望，还有随之滋生的罪恶。1993年5月，截获中国籍劫匪利用中国乘警在蒙古边境下车，车上治安空虚的机会，在 K3 列车上大肆抢劫，目标主要是车上的中国商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列车大劫案。我和我的战友们奉命，以中国商人的身份做掩护。 前往俄罗斯展开秘密调查。孔杰曾在俄罗斯留学，精通俄文。老郑，郑爱民，20年的老警察。康志国的年纪只有他的一半，他们俩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人。姚凯是刑警队的神枪手，还有我，我是来自北京铁路公安局的警察陈尔立。 前往莫斯科侦办几天前发生在中俄铁路列车上的特大抢劫案。行了，在这个行动组里，我是组长。此时的我身处仓库之中，三哥回来了。四周都是穷凶极恶之徒，他们正是我在寻找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如此近距离接触。 警察了吗？你这么快就出来了？我怎么知道啊？看不出来你小子挺有本事啊！啊？嗨，无非就是朋友多呗，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走强。您说是这道理不是？ 知道你是什么人，当然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跟你们都一样啊，倒爷啊！王姐，开始吧。 简单的讲一下案情，案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歹徒第一次行凶之后，第二天清晨，另外两伙歹徒持瓦斯枪、电棍、长刀对车厢内的旅客再次实施了抢劫。5月31日，另有一伙歹徒中途上车，开始在车上洗劫、伤害乘客，并抢劫了大量财物。从5月26日到5月31日，共有4个团伙的歹徒在车上进行犯罪。 多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多人被打伤、刺伤，这个是案情的大致经过。案情大家都清楚，任务很简单，就一个字：抓。王局，和俄方联系过了吗？正在谈，但咱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中央的态度很明确，让咱们现在就派人过去。 我要提醒大家，这次是秘密抓捕，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亮明自己的身份，还得从俄罗斯把人给我抓回来。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还不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犯罪分子装备了多种武器，什么刀啊、枪的，该有的他们都有，不该有的。 也有，无论如何，你们不能暴露我们警察的身份。你们就是中国商人，倒是爷做买卖的，这一点很重要。陈二立，由你带队，没问题。到达莫斯科后，我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四海旅馆，那里是中国商人主要的聚集地，可以找到直接的案件受害人。哟，哥们儿。 陈尔立，周大哥吧？哎，你好，你好，你好！辛苦，辛苦啊，辛苦！谢谢，谢谢，谢谢！祖国来的都是亲人呐！哎，这样，
我有个主意啊，咱们这儿有个女导演徐春梅，前段时间出事儿了，到现在还跟医院躺着呢，一时半会儿出不来。这样，我带你们去找她。大梅子，大梅子，陆大哥，哎，你来了。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来。啊，怎么样？啊，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徐春梅。你好。这二位是北京来的导爷，这是陈尔立。啊，这位是那谁？你好，我叫孔杰。啊，孔杰，我们啊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帮点忙。麻烦了啊。没事。哦，你坐。哎，周大哥这人挺仗义。这样，我还能还他点医药费。哎，火车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个干什么？如果我说我是警察，你信吗？警察，警察不应该去警察局吗？听说那儿已经有人被抓了。徐春梅说的没错，俄罗斯警察确实在火车上抓了不少人，其中有的就是劫匪，但是没有中国商人愿意出面指认他们。劫匪混在被误抓的商贩中间，等着蒙混过关。根据俄罗斯法律，没有受害人指认就无法定罪。我们和俄罗斯没有引渡协议，中国警察也不能参与调查。要不了多久，劫匪就会被同伙保释出去。所以，我们需要受害人提供情况，寻找突破口。那天晚上，病人勇敢时的年轻，好比大宋。哎，又是你！天然，天然，玩了什么不玩了？我说了就玩了，私天下不玩了。赶紧的，来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哎，给停停了，停了，来来来，哎，你这是耍赖了啊！我起来，我那么好看还我？国际列车，我们发生了紧急情况。
他们看见烟就不会进来。谢谢你啊。还他！把钱拿出来，老子这儿。走！救命！快逃走！那伙人，这是那天晚上来的第一波人。后来来来回回又来了两三次，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得底朝天。我一开始藏在身上的钱没事，但是后来又来了一波。最后都被抢完了。所以你说他们不是一伙人，对吧？对。但是他们互相之间都认识。没错。那他们之间都怎么称呼啊？你能不能记得他们谁的一个名字或者之类的？他们好像叫的都不是真名，好像叫的都是那种外号，但是砍我的那个人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有人叫他老葛。老葛，过来帮忙。喊什么喊什么呀，人忙着呢。哎呀，妹妹自己在呢。哎呀，没事啊，别怕啊。坐坐坐坐，不是坐呀，啊，坐坐坐，拿来吧。我真没钱了，昨天都被抢光了，真没钱了。东北，哈哈，是不是啊？妹妹是不是东北的？啊，跟哥在这扯呢，啊，这有没有钱呢？得搜过才知道，是不是啊？哎，让哥哥搜搜啊！哎呀，哎呀，这鼓鼓囊囊啥？啊，这是啥？来，我摸摸来。哎呀，哎呀，哎呀，行，这还是匹野马。让你藏钱，让你藏钱！哎，我让你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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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是。孙子，呸！老狗。三群，我是尔力，有个情况，我从一个受害人这儿了解到一个线索。有一个劫匪啊，很可能是我之前抓过的一个惯偷，绰号叫老葛，真名叫吴宝顺，而且他现在很有可能就在北京。为什么呀？因为他是独子，家里边有老母亲，还有个孩子，所以我估摸着他应该不会一直在俄罗斯待着，很可能已经潜逃回国了。不管怎么样，先查一下吧。行，我来安排。吴宝顺在家吗？吴宝顺，有人找你。站住！好，大家好，站住！好。谁呀，大爷？这是一佛爷，这小子姓赵。
这是朱三儿，这小子叫朱德旺，他叫朱德旺。走！别他妈废话，走！别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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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秋莲车上一个女商人的姿色，错过了逃离的时机，因此付出了代价。你之前说是从老葛那儿听说的我，对吗？没错，电器厂老葛嘛。打给他，我听他怎么说。好啊。老葛家没电话，不过没事，我们俩住一院。这样，我打给我们传达室王大爷，让他叫他一声。哈，这是我一生拨出去最慢的一个电话。如果听不到我想要的声音，那他也许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电话了。这是个重点。喂，王大爷，我是尔立啊。陈尔立。嘿嘿，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麻烦您。那什么，麻烦您帮我叫一下老葛吧。我这是国际长途啊，挺贵的，麻烦您快点，谢谢啊。喂，老葛。哦，尔立啊，不是你知道北京现在都几点了吧？还给我打电话呢？我忘了时差了。说吧，什么事儿？我这不是在莫斯科了吗？你猜我现在跟谁在一块儿呢？谁呀？哼，我估摸着你就猜不出来。告诉你啊，朱三爷。真的呀？我们俩这不正聊天呢吗？聊到你了，说给你打个电话。你等会儿啊，三哥跟你说话。喂，嘿，三哥，是三哥吗？嘿，我老葛。喂。哎呦，三哥，嘿，好久不见了，莫斯科那边还好吧？老葛，为回那么早干嘛呀？多赚点钱不行吗？哎，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孝子。再说，这不家里老太太身边确实离不开人。北京那边什么情况？我跟您说，我回了小兴着呢。不过这段时间，这边确实没啥事儿。那就好。您在那边得多小心。我毕竟就是一小弟，没人盯着我。您是大哥，得多留神。行，我知道了，先这样啊，跟老太太好。挂了。这边。见谅啊！哎，没事儿，三哥，我明白，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哎，你住哪儿？四海旅馆啊。呀，好地方。
其他三个团伙的首脑不像朱三这么不谨慎，他们没有被警察抓到，但是四个团伙之间盘根错节，他们不能坐视朱三不管。这三个人分别是苗永林，朱三这孙子肯定会把咱们说出来。牛振，说说又怎么样？他们有什么证据？说这都没用，还是得把牙捞出来。还有赵莹，他更著名的一个称呼是赵二姐。二姐，都准备好了。喂，中午好。你好，有什么事儿吗？这真是我想问你的。我没什么事儿，日常生意而已。哎，尔力，您几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倒爷呀！我知道，我是说你们到底是卖什么东西的？前儿你们来的时候搂了一眼，也没背多少货呀。你觉得在莫斯科卖什么赚钱呀？犯法的都赚钱，要想刀了来得快，不如上车把门踹。说的就是国列上那帮背刀客。在这赚钱的还有一行。大力哥，周大力，哎，过去一下啊。十五六个，就住一晚。马长江，莫斯科最活跃的蛇头之一，无数的中国人在他的安排下来到了莫斯科，没法，又在他的安排下从这里前往世界各地。那我怎么办？你去海豚和太阳那两旅馆看看吧。我不去，他们得宰死我。您宰别人的时候也没客气啊。行，你别说了，我上别的。哎，没事想着多去医院看看你姐，别见天光找个钱串的呢。我知道了，走了。你还知道来看我？我前几天忙。怎么样啊？大夫怎么说？还疼不疼？别提了，一群王八蛋。没错，全是王八蛋。陈警官，马长江，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们出来一下？马长江。谁是马长江啊？以后啊，再有什么消息就告诉我一声啊。放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你看，你姐都成这样了，帮我们。也是帮你自己。分开走。不玩了。这孙子真他妈怂。哎。你
过来。哎呦，三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我说你小子来莫斯科才几天啊，就来这种地方？哎呦，人不都说吗，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了。给介绍一下啊，二姐，在莫斯科你要不认识她，寸步难行。哎呦，呵，二姐，您好。太客气了，怎么称呼啊？啊，耗子里认识的，小陈儿。啊，叫我小陈儿就行了。幸会。哎，幸会。我们这少一人，一块玩吧。好啊，走。哎。走，走，走。陪你。呀 ，Go please go。你住在哪儿啊？我，四海旅馆。听说前两天四海旅馆出事儿了。啊？抢劫！幸好那天晚上我不在。知道什么人干的吗？听说都戴着面罩了，我也没敢细问。哇，这个俄罗斯忒乱，我都想换个地方住。三哥，有没有什么好地方给我推荐推荐？好地方啊，哪儿都一样，除非啊，你住大使馆去。大使馆？我跟你说啊，躲呀是没有用的，知道吗？啊，没听过一句老话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想办法当刀俎，而不是鱼肉。说的太对。家住。跟。嚯。您二位财大气粗，我可不敢跟。我先看一本，你看一本。终于赢了一把了。再来再来，来，最后一把。三哥，我看你今儿手气好像不是太好啊。要不咱们改天再玩？废他妈什么话！你玩不玩？玩玩玩！算了，不跟了。想什么呢？三哥，我这啊，我跟。下注。哎，下注了。我说你做梦呢。开牌了。你等会儿。哎，亮牌亮牌亮牌。不好意思啊，三哥，厉害呀，连我都被骗了。操！哎，三哥，三哥，哎，三哥，啥玩意儿？看不出来，挺聪明的。我这就是小聪明，不会玩儿。哎，二姐，那什么呢？我也先走了。别呀，再玩会儿。我请客，记我账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谢谢啊。在我紧盯着朱三儿他们的时候，
我不知道，原来我也被人盯上了。二姐，我觉得这个人不像是个倒爷。为什么？我跟了他半天，他在批发市场到处转悠，可是从来不和俄国人说话，倒是和所有倒爷聊了个遍。会不会是倒爷中间的二道贩子？他刚到没多久，按理来说没这路子，除非……他跟朱三说不清什么关系，要不他跟朱三一块骗了咱们，要不他把朱三给骗了。其实91年，我妈想给我落了油去，买了条项链，金项链。91年，说是当天晚上啊，这帮人拉个大板车在那儿卖这些链子。老太太一瞅说：“哎呀，金光闪闪的，晃眼呐。”91年，是不是有奥运会？哼！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他妈让人骗了，假的，铁链上面给他们沾的金粉似的。91年，你们都看过什么？你们还记得吗？这才过2年，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吓不吓人？我想明白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错过了太阳，朋友，别低头哭泣，否则你还会错过群星的。你在外面守着。哎，你们！我安静点儿，听着没有？打开它。说了，打开它。你不是朱三带过来的人吗？你干嘛抢我们？闭嘴！叫板什么呀？我狐狸精！你疯了吧？差不多了，走吧。住手！听着没有？给我消停点儿。马长江还在等着牛振的消息，而根据他提供的电话号码，宋林已经找出了二姐居住的区域。我们决定在附近蹲守，没错，希望能够发现他的行踪。肯定就是，不会重名吧？跟牧区园、牧区地似的，其实离挺远的。不会，电话号码不能错呀。俄罗斯这蚊子快给我吃了！哎，我说，别挠行吗？挠我一身都刺挠。
那你也挠啊！这清朝出动了，哎，我说，他们要干嘛去？不管他们干嘛去，我觉得现在对咱们来说都是个绝好的机会。李哥，你是想咱们直接摸进二姐家里头？反正在这儿蹲着也不能抓人，不如上去看看。可是他家里头要是还有人怎么办？关键不知道他们家哪屋他们家呀？不是有电话号码吗？进不进？打一遍啊！Thank you.
能再放上，那也快点啊。再见，爸。啊！快来报警了！快报啊！既然来了，就认识认识吧。二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其实不知道你。看出来了。看出来了。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不好说啊，兄弟。你猜猜。算命的说我就没有偏财运，所以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中过六合彩。我不想猜，也猜不着。还是你自个儿说吧，你到底是谁？82年北京有个大案，天桥市长被盗，你记得吗？那事儿就是我干的。我们家老爷子呢，里边有点关系。给我判了个从犯，10年。但是我这人哪是能闲得住的主啊？想让我朝九晚五上班去，
呀，只能按照我自己心里边想的这主意就过日子。我喜欢这个小伙子，有点意思。不过你刚才说的话，我一个字儿也不信。你看，你刚才还说不猜呢，现在你就在猜呀，你这不前后说话矛盾吗？越来越有意思了。你看上去不像个规矩人，又不是道上混的，可你身上还沾了那么点份儿，可还和其他的人不太一样。你看起来跟别人也不一样，那你身上沾的什么味儿啊？别再兜圈子了，说吧，你到底想干嘛？谁呀？米利特，是警察。Товарищ, что хотите? Китайцы. Маленковый из дома напротив увидел, что в вашей квартире, в комнате, кто-то фонариком светил. Побоялась, что вас обворовывают, вызвала нас. О, воля не иду. Так много вас тут. Вечеринка, что ли, а? Пауиза. Шиден я бузала. Умчу бударова. А, Арте, сука, хаму. Ну, раз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这人啊，他就是一种群体动物，他们的决定呢是相互影响的。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自私的，不过有时候也有例外啊。你说对不对，二弟？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人心总是向往正义的。嗯，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大家晚上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姓罗，你就叫我秀秀就行。我是莫斯科大学进修的学生。是这样的，我看到我的同学做生意赚了钱，就也想跟着学学。在座的各位都是前辈，还请多指点我一下。做生意啊，得会来事儿，得拉得下脸。你这么一个文静的姑娘，扛大个儿行吗？那市场车站来回跑，盯得住吗？我说说吧，这做生意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他有人挣钱呢，就有人赔钱。还有的人呢，就是勉强的维持着。你刚开始吧，就别干倒爷了。这样吧，给我留个电话号码，遇到合适的人呢，帮你引荐一下。真的吗？那太谢谢了，您真是个好人。嘿，早班啊。啊，睡不着。我也睡不着。我这一闭眼啊，全是猪三儿。我这不喜欢他呀，你说。
我刚刚在门口捡的。什么意思？咱们前段时间走访的时候，有个导爷说过，二姐抽的就是牡丹牌香烟，你还记得吗？啊。昨天我看见秀秀拉包的时候，她包里边就有一盒烟。你想想，一个女大学生抽烟已经不常见了，而且她抽的恰好还跟二姐是同一个牌子。一大圈干嘛？牛哥安排的，是就怕被跟踪吗？哼！哎，我说你有点啥收获没有啊？对啊，有没有碰到款爷啊？我跟你说，你自己加点小心，别到时候让人家给咱给骗了。就那种上来就跟你谈真感情的男人啊，都臭流氓。我是真的爱你，我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恨不得亲手掐死你。但是，在剩下的23个小时里，我一直都在想你。但是。今天晚上还得回去，你得让那个于老板相信你，让他就和我一样疼你。等干完这一批，我就带你离开莫斯科，就我们俩，好不好？啊，好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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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于，老于，谁呀？我二马。老于，这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来解决那件事儿。我跟你说了吗？这事儿你别乱说。老于，我们是警察。啊，警察，你们终于来了，终于来了，人在里边呢。我就是想找一文秘，二马哥给我介绍了秀秀，我一看这条件确实不错，人长得漂亮，又懂俄文，莫斯科大学的，就留用他了。对，我就留着用了，我就留用他了。哎，二马哥，那天我是跟你派来的人，我们一起吃的饭吗？你有没有发现他应聘之后有什么异常啊？那倒没有。就是刚才他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他想和我，想和我那个，你明白吗？明白。我一听这哪成啊？这不合适啊！我就拒绝他了，他就突然哭了。他突然跟我说，是有个叫牛振的派他来接近我，目的是想绑架我。秀秀有没有跟你说他跟牛振的关系？没有。能不能把他给叫出来？我想跟他聊聊。这会儿他应该睡了，要不我去看看。你，秀秀，秀秀，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他们是警察，你让开，你跟他们把要绑架我的事说清楚，行吗？你让开，秀秀，你别这样，秀秀，秀秀，我们正在办案，希望你能配合我们一下。
你现在是要抓我吗？我为什么要抓你啊？如果你要抓我，现在就抓；如果你不抓的话，我就先走了。让开，秀秀！你躲！你放开！我上次就觉得你心里有事儿，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能帮你，你知道吗？你现在就这么回去，牛振会怎么对你？你自己想想，我上次跟你说什么还记得吧？做正确的选择。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们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有点害怕。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不知道我现在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再做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儿，我做不了你们说的那种英雄，那我还在这干什么呢？一切只会越来越糟。秀秀，我不管你愿意帮助我们，还是你改变主意了，我都有两句话要送给你。第一，不管生活多么混乱，最终都是可以补救的。第二，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可以热爱生活。除此之外，我还是想恳请你能帮助我们抓到牛振。想想你昨天的决心啊，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大哥，人进去了吧？进去了。多久了？那有一阵子了。估计快出来了。那要出来，就被这给他带走呗。别急啊，让我进去看看。有点事儿，你放心吧，哥。
先生，您的水。嗯。不至于吧，老几位，是事儿吗？哎，最起码牛振没得逞，对吗？我觉得咱应该乐观点，真的。你说咱又没跟人说，今儿我逮你，人凭什么让你逮呀，对吗？不过牛振这个人确实很狡猾，他长了毛，比猴都精。石国说的对，这没什么，以后还有机会。对呗。陈队，出来一下。陈队，怎么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俄罗斯警方对于我们今天的事务反应特别激烈啊。所以呢？所以瓦雷拉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不会在牛振的事上继续支持我们了。听他的意思，似乎是俄罗斯警方内部发生了争吵。那秀秀接下来怎么办啊？看他的意思吧。我可以随时安排他回国。不行，绝对不行！牛振现在肯定怀疑你。怎么了？我再回去找牛振怎么样？不行，牛振现在已经有所察觉了。我会想办法向他解释今天的事儿，还有机会，相信我。你还没有明白事情的严重程度。我比你们所有人都了解牛振，我能说服他。就算你愿意，我们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险。你能帮我们做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谢谢你，就到此为止吧，好吗？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考虑你跟我说的话。牛振的确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噩梦，我觉得他随时都有可能找到我，这个噩梦就永远不会醒。如果说有什么方式能够弥补我的人生，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你们知道牛振他是怎么对我的吗？我身上全是这样的伤。畜生！变态！这种人，这种人必须抓住他。如果你们同意他回去的话，我愿意帮忙。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知道，我懂。啊，我告诉你啊，婊子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向往摆脱了我的生活，那就是好三年，啊，坏三年，然后你会遇到一个糟蹋你的王八蛋，然后他像折腾烟屁股一样糟蹋你，他会去偷。你出去卖真的去，动不动就打你，你明白吗？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把话说完。嗯，你怎么样对我都可以。嗯，你说，我听。今天下午，老于是去见他的客户，就是你见到的那个人。嗯。他们刚聊上，一个电话就把老于叫走了。老于叫我留下来陪那个客户，说他一会儿就回来。所以你进去的时候，老于正好不在。说话吧。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是吗？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啊，正好不在，怎么赶上我烧香的时候佛都掉地上了？嗯，他是真的出去了，我骗你干什么？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我就喜欢你睁着眼睛说瞎话还嘴硬，知道吗？好，如果我骗了你，我为什么还回来？这就是你阴险的地方。我都没弄明白啊，你跑了就跑了呗，你还回来干什么呢？想害我是吗？啊，打我，接着打我。没错，我不光背叛你，我还和别的男人勾结，想把你关进监狱去。来，打死我！啊！刘志，刘志，我知道，只有打女人能让你兴奋。可你不知道，我也会兴奋。只有你打我，别人怎么着都不行。所以我必须回来打。不管你怎么对我，你说他来，你能不能小点声，听着了？你说他这时候来什么意思啊？也想掺和咱绑架的事儿？我哪知道啊？我说，苗永明这人还行啊。哼，你可拉倒吧，挺仗义的嘛。一天不是这个江湖就那个大道的，神神叨叨的。你照我说，指不定看什么武侠小说，把脑袋啃坏了给。哎，你记不记得上次给我讲《天龙八部》的时候？亢龙有悔，飞龙在。小点声。枪，你喊什么？老苗，你要是弄这个东西，这事就大了。懂个屁，枪。是男人的胆。这事我得想一想。来莫斯科之前，我没想到要到这一步。来俄罗斯之前我就想好了，这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老话怎么说呀？有枪便是草头王。那什么，那秀秀太磨叽了，你去催他去。钱，你吗？我去了。秀秀好了吗？好了，来了。好，走。今天该入库的东西放到 A 区。
A 区放不下的话 ，C 区也可以放。有损坏的分拣出来，放到一边。请找到了。啊？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那儿。你看那几辆车，和咱们一样，都在找蹲守的位置。这才是警察应该干的事儿。得了吧你！我看你是新鲜劲儿没过。你要像我们一样干了一二十年警察，绝对说不出话来。李东平这个人，真是找对了。牛哥，那个护照事办好了。大哥，俺兄弟跟家伙也准备好了，在外面等着呢。干嘛？怎么了？星星，你看，我们一辈子就被束缚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连你目光所能触及的地方都是手。神经病吧你！我是真希望你能明白我心里的想法。我也想过好日子，文质彬彬的，可是我们生来就没有，只能靠自己强。给我的，那我先走了。Игорь, по-моему, та машина, на которой девушка приехала, это машина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Угу. Но ты же не будешь в нее стрелять? Понадобится, буду. Они来了. 你不要紧张, 外面都准备好了. 我不紧张。 到这会儿了，我还紧张什么呀？ 一会儿当着牛振面，千万要表现自然点儿，别让他看出来。明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进去吧。 干什么呢？哎！
这几位是？于总，终于见面了。哎呀，别动啊！别动啊！哎，别动！哎，大哥，大哥，咱有事儿聊事儿啊。 Китайцы похитители уже внутри. Что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Подождем. Подождем. Начнем, когда выйдут. Хорошо. Ты помнишь, что я тебе сказал?不认识，啊，没关系啊。做生意是不是特别忙？是挺忙的。我也做过生意，我在秀水卖过衣服，我还在地摊卖过黄板。我卖的黄板我自己先都看一遍。我们也算是同行啊。这么说，咱们算是同行啊。同行就是冤家，我这么弄你也算是情有可原，对不对？ 怎么还不行动啊？可能是想等牛振出来吧。他们不了解仓库里边的情况，如果贸然出动的话，万一牛振挟持人质拒捕怎么办？所以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比较方便突然袭击。鲍鱼，我这趟来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绑架你。但是呢。 也不是不可以，顺便劫个道，都是求财嘛，是不是？你有那个什么保险柜、保险箱之类的，有没有？有，在哪儿呢？那儿。打开呗。钥匙在我兜里。<笑>这么紧张干嘛呀？ 从来没见过坏人是吗？秀秀，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也是这样吗？笑什么呀？你是笑他，还是笑我？大哥，钱不多。别说话。 让我想一想，你应该是笑他，对不对？你是我兄弟对吧？这么多年了，别说钱不多，还有这个，别让这个好意思。 我三岁就开始偷我妈的钱，他要是有你这个本事，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鲍鱼？喜不喜欢呢？喜不喜欢？喜不喜欢？牛振，咱们不能再等了。我们拿了钱，我们就走吧。咱们得出去救老于。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我都死警察，不知道杀手能来呢。秀秀，你这样特别不好。 你叫我害死他们，知道吗？来来来，我去，快点跑！来来来，停下！
停止！何亚青，你去上。 谁是牛振？你就是牛振。Я это забираю. Так, всех пакуем и обыщите здесь все. Давай. 别慌，换走。你到底干的啥呢？我都在里面等你。快！怎么了？我跑不动，我真跑不动。 再坚持一下，好不好？我也跑不动了。跑！快！快！快！什么人？抓你的人！呀！ 这是咎由自取，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这些说的都是真的。但老于这件事是假的，我跟老于什么都没有。老于是个好人，从始至终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过我。 神经病啊！我不知道等待俄罗斯警察的时候，牛振心里想的是什么。秀秀的背叛对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没有反抗，异常平静。他曾在贝捷列车上经历极限逃亡，当时的疯狂，在此刻归于沉寂。 我猜，他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判决。警察来了！撤！撤！好！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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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呦，够脏的！又是请你吃好吃的去。算了吧，不去了。没什么好吃的。哎哎，别跑了，别跑了，没人了，歇会儿，歇，歇会儿。
没想到，还成，那就算了。我早说过，吃亏就吃亏，那娘们身上了，没人听我的呀！别说了，人都抓起来了，你还说个屁！我刘胜人抓的活该倒霉，我凭啥陪他蹲大狱啊？我那小点声，让撵得跟狗，我还不就说着了我呀？ 出个主意吧，你上哪儿去？人生地不熟的，找谁去？咱找赵二姐去，还找娘们去？她不是个普通的娘们儿，你摸着良心自己想，就俄罗斯这帮中国人里，还有谁比她更仗义？啊，对自己兄弟更好的？朱三儿，完了。 老牛这回算是毁了，苗永林那人心眼有多多，你不是不知道啊。要是二姐肯收了咱俩，那咱俩就还能留在俄罗斯，他不还能留在这儿挣钱？据说警察早就等在那儿，那就是说，有人把他给出卖了。我知道他有几个手下，一直对他有点不满，会不会趁机给他下套了？ 牛镇不是有一情吗？会不会是那女的干的？肯定是有人提前通风报信了，正常。但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牛镇的人和俄罗斯警察之间，恐怕还有别人。那几个中国人？ 的地方。现在外边风头紧，你们先躲一阵儿。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如果有需要你们帮忙，我会找你们的。好，谢谢二姐啊。你们现在在哪儿呢？牛振。 我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警官宋林。嗯。我这儿有个人，你看你认识吗？不认识。你先看看，没准能帮到自己。没见过。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了。苗永林供述，说你找他一起密谋买枪，你可能还不太清楚，这在俄罗斯也算重罪。 按照他的说法，说是你联系了买枪的中间人，然后拉着他。他胡说。那个人不是他找来的吗？可是他说只有你知道买枪的细节啊，包括时间。放他妈的屁！是他来找我买枪的好不好？啊，现在想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是不是？啊，是他找的那个。 叫伊万的俄罗斯人，我到现在都没见到过那个人，知道吗？我说的是真的。你们可以把那个叫伊万的找过来问问，不就清楚了吗？是叫伊万的俄国人吗？对啊。你知道他全名吗？
感谢你的配合。干嘛？配合什么？啊！你别走，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扎我是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抓住他？啊！你回来，喂！慢点。刘震说到了一个叫伊万的俄国人，他是整个买枪的中间人，但其他的苗婉玲也没告诉他。他见过这个伊万吗？他说没有。那就麻烦了。那咱们得先找到这个伊万，才能顺着这条线往下查呀。要不我再问问俄罗斯警方，但他们也不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啊。不用，不用找他，我有别的办法。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Ледомпин. Как вы поживаете, мой друг?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Кстати, передайте привет жене и детям. Спасибо. Вы звоните, что-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Послушай, я хочу найти торговца оружием. Его зовут Иван. Где можно его найти? Эй. 是陈二立吗？我是。Эй, Левин.买下来。他们将计就计，也选择在海豚旅馆和伊万交易。
我们从伊万手里买了枪，再卖给楼上的苗雨林。我们交易的时刻，就是俄罗斯警察抓捕的时机。那边，Livit。你好，我的朋友。等你们半天了，请坐。请吧。合作愉快。做我们这行的更需要小心。小心驶得万年船。什么意思？小心点好。谢谢。希望以后还能合作。大岁大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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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活。我这没有你，是伊万让我来找你们的。中国人，什么？你带我们过去？先别急，等等，我得先看一眼你们给我们准备的钱。这么不相信我们？给他看。好吧，跟我来。Борис. Да, Маша. Борис, как у вас там дела? Ну, я видел, что китайцы зашли внутрь. Пока никаких сигналов. Борис, следите, чтобы все было хорошо. По-моему, эти китайцы все на одно лицо. Как их различать, так и арестовывать будем. Я скажу тебе, Рома, как их различать. И как, товарищ лейтенант? Думая головой. Мяо 先生，一直听说你的大名，今天终于见面了。伊万呢？
伊万就是个中间商，买卖双方都已经见面了，他也没必要出现了吧？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见过吗？应该没有吧？我们已经在莫斯科工作很久了。验验货吧。钱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好意思，眼内吧。点点，别那么紧张啊！喝点水，坐下歇会儿啊。来，张先生。啊，不了，谢谢。这哥们儿，你们什么时候来到俄罗斯啊？做什么生意的？我们都是给李东平先生工作的。我说啊，钱有问题，假的，给咱钱里边夹的是废纸。不可能，别动！跟我使诈，一个都别让他跑了。不是兄弟，不对不对啊，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们有话好好说。我怎么说？你给我蹲下！大爷。大哥，钱有问题，都别动！敢耍老子，你们到底什么人？我刚才不都已经告诉你了吗？我去你大爷！走！走！товарищ лейтенант, китайцы сбежали. Повторяю, китайцы сбежали. Стоять! Стоять, все, я буду! Стоять! 别动！他们看中国人都一样，回警局再说。Привет, ребят. Значит так, вот этих двоих. Сами идите к остальным. Вот этот парень. Стоять! Кому вот зал?走吧，走。为什么？找二姐。走。哎哎。看着人，喂，二姐，大案不言谢，我欠你个人情。你跑出来了？俄罗斯的警察把我放了。我找了你一晚上。我们被算计了。他们事先就有埋伏，来交易的那几个中国人可能是警察。你现在才知道啊？我该怎么办？还有人知道你买枪的事吗？我跟牛振说过。你一定要跟牛振的人断绝来往，这里边肯定有警察的线人。你现在过来找我，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路上小心点，别让人再盯上了。好，我知道了。Thank you.
老马。谁呀？我，王小帅。那你们怎么来了？别提了，不提说。哎，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啊？牛哥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还能什么事儿？让抓了。被抓了？那你们？你别说我们了，我问你，上次让你办的护照怎么样了？哦，护照办的差不多了，但是问题是你们这个钱没结清啊。钱有，钱什么时候少给你了？啊，行，那有钱那就没问题。哎，我说，你们找到地方住了吗？哈，那要不在我这凑合一宿？行啊，先住你这儿吧。要是成交，你这还有裤子没有？我这。你看你这弄的，你等着我给你找去。跟你说过不要直接来找我。我就想知道朱三和牛振在警察局的情况，是不是把我的事儿都说出来了？我告诉你，剧院的事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局里已经开始怀疑我，一些敏感案件我已经不能参与了。你以后再做这种事情，一定要安排妥当再找我，明白吗？不好意思，鲍里斯。这就是中国警察其中一个案，买枪的事他也参与了，你要小心防备啊。我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了？不过我还是会付钱买下这份文件，为了我们的友谊。最近我们尽量不要见面，不太安全。我该回去了。鲍里斯，下次见面，我把文件的钱给你。不用了，再见。Я пропустить, поцарапал мою машину. А что ты поцарапал?
没事啊，没事，不是我们来的。不管冲谁来的，咱走吧，帅呀！哎哎哎哎哎呀，马良江有回来了，那怎么办呢？咱还管得了他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回头咱俩让他卖了怎么办？咱走吧，帅呀！有人吗？老板，有。 呀，中国的，看出来了，这不叫中国酒吧吗？我看还有汉字。是，但是那个我们要关门了。啊，对，打烊了，打烊了。你看都没人了。几点打烊了？有事儿啊？我跟你讲，我跟我这大哥今天相当不顺利。我们也不顺，不正合适吗？ 咱都看中国人份上，一块喝一杯，行不行？一杯我们就走。一杯，啊，就一杯。那你想喝点啥呀？咱喝点什么？有国内的酒吗？喝白酒，白酒就行。国内的白酒啊？那行，那我给你找找去啊。 坐这儿啊，来，好，来，那个你们先坐啊，我去看看那酒找着没啊。谢谢啊。我跟你说，你自己加点小心啊。咱们见机行事。来，找着了，找着了。中国的白酒，我喝过还不错。谢谢。你慢喝啊。聊两句就够了。啊，不聊了，你们喝吧，你们喝吧。聊两句怕什么呀？没别的客人，兄弟，我听你口音北京来的吧？啊，北京的。来俄罗斯多长时间了？我。 半年吧，半年就开酒吧，啊，朋友的爹，不是我。哎，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啊，这往俄罗斯倒腾白酒挺赚钱的吧？也没多少钱，没多少钱。那还比我们强，我们俩搞外贸的，啊，就是倒爷，一天到晚累得跟孙子似的，挣个仨瓜俩枣的。倒爷挣钱呢？谁说的？挣的少，累还是其次。 还能碰见抢劫的？哎，五月份火车上那事儿你知道吗？五月份？不知道啊。哎呀！别动！警察！ 认错人了，干嘛？别动，警察！别动！哎，嗯，找谁呀？哎呀！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嘴里有什么用？手底下没活，放下！啊！站住！哎，站！ 那儿呢，快！别动，去给马上打电话。 非常感谢，你们来得很快。 Это я должна сказать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проделанную вместо нас работу。 他说应该感谢大家替他们完成了工作。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это наша обязанность. Спасибо, до свидания.二姐，谢谢二姐。小杨，等会儿。哎，问问你啊，最近有什么中国客人经常来赌场？就是特别有钱的那种。中国人特别多，不过都是一些做小买卖的，都没什么钱，很多都只看不玩，就算玩，也都玩那种最小的。嗯，今天这酒怎么这么难喝啊？你喝出来了，我们这儿调酒师换人了，新来的这个不太会，我感觉是个冒牌货，拖拉机厂出来那种。为什么换人？我们换老板了，很多人都走了。那新老板是谁？没见过。好像叫米哈耶夫。二姐，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新老板特别小气。你想想，就连平时我们赌场的这些收入，他都不会雇佣银行和警察的人来取，都是靠我们自己的人去拿，就为了省那一笔押运费。是吗？二姐，你要是没事了，我就先去忙了。谢谢二姐。二姐，哪儿都找不着你，急死我！你急什么呀？我怕你扔下我一人跑了。走之前，我们也得找机会再挣笔钱。什么机会？我说那些房子，你不是都不同意吗？你想的都是中国人的钱。如果我们真的打算离开莫斯科的话，我们就可以惦记俄国人的钱。阿洛，李先生你好，打扰了，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照片有消息了吗？这个人叫拉斯普丁。拉斯普丁？那是他的绰号，真名没人知道。他是个一流的职业杀手，以前是个少校。谁雇佣了他？我想应该是米哈耶夫吧。米哈尔耶夫？我跟米哈耶夫向来不和。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我知道他最近刚刚收购了一个赌场，前两天他的运款车被人给抢了，心里是极其不舒服。这件事情和你有关系吗？当然没有了，但是米哈尔耶夫应该不会这么想。我必须再次警告你，拉斯普丁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一旦被他盯上了，你可能就凶多吉少。Мы выяснили лицо про этого киллера. Раньше он служил в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и Альфа КГБ СССР. Значит, он офицер? Да. Как офицер КГБ стал киллером? Да. Никто не сравнится с ним в этом деле. Но все-таки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вот зачем Михаеву убивать полицейского из Китая? Это покажет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вяжитесь с КГБ, запросите всесторонней поддержки. Пусть сами разбираются со своими бывшими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Слушаюсь. Хэй, Сяолинза. Арджи, там есть что-то? Ты вещи собрала? 收拾好了，明天就能走。我们在莫斯科的城外找个地方先落脚，不要离得太远。为什么呀？你怎么一天一个主意啊？我问你，货车你敢抢吗？你彻底把我说糊涂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二姐？别耍贫嘴。你想想啊，现在李东平跟米哈耶夫斗得那么激烈。如果李东平知道自己的货车被袭击了，他会怎么想？
他肯定会认为是米哈耶夫在报复他。那为什么非要讲货车呢？好玩啊。如果米哈耶夫想要报复李东平，那么他会怎么做？或者说报复的目的是什么？报复的目的在于声名的昭彰，而不是利润的尺度。那么米哈耶夫为什么要抢劫李东平的货车？为了名声还是财物？很明显，他更在乎报复这件事本身的反响，会把事情变得更加激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突然袭击货车，然后无影无踪。所以我猜测，抢劫卡车的也许另有人所为。我安排老郑和康志国走访被抢的中国商人，希望能够了解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二姐和苗永林已经蛰伏一段时间了，搜寻他们的消息是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我觉得那些货车被劫不是米哈耶夫干的，可能是有人故意想把我们的视线往他身上引。Yes, 怎么样？火影站近地的交流记录我全看过了，那俄罗斯人可没少拿我钱。报的。苏西哥，李东平的货运站被烧以后，所有的车队都是到这个货运站接活，包括李东平的车队。嗯，你觉得这几起劫车案之间有什么规律吗？从目前看来，被劫的都是李东平的货车，而且都是在去往圣彼得堡方向的公路上被劫。案发地点离莫斯科不远，大约出城10公里左右。你租车的程序是怎么样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都是商人直接找司机或者车队，没有什么中间人，只要在调度室备个案就可以。只要备个案就行了。这样，咱俩一会儿先去那条路上看一看，回来再研究调度记录。这他妈什么玩意儿？玩咱以后能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在决定要不要动手。你要说什么磁带呀、电器、药品什么还行，锅碗瓢盆就算了，不值什么钱，特占地儿。你说的容易，倒爷申报的货物和实际不一样，你又不是不知道。二姐，我还是想问一句，咱到底走不走了？什么时候走？老跟这儿待着，可别像老话说的节外生枝。三林子，你相信我吗？我相信。那就听我的，再等等。二姐，货运站那边来消息了，小雨车祸，3点出发。说没说什么东西？风油精。那很值钱。让大家准备一下，下午动手。Leave it, Taro。等一下，什么事儿？苗姨夫来电话，说是想约你见个面。他说什么事儿了吗？是邀请你做合伙人的事情。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好坏都有可能，我猜不出来。啊，这不是我们一直盼望的吗？二姐，嘛呢？走不走啊？等一下。我想赌一把。二姐，你决定去哪我都跟着你。小林子，你自个儿去吧，我有更要紧的事儿。什么事儿啊？比这事儿还重要啊？
行，那我们走了啊。Я рад, что вы смогли прийти. Ну, так и... В этот раз цена будет другой. Да. Хорошо. Ты опоздала, китайская принцесса. Извините, господин Михай. Меня задержали кое-какие дела. Надеюсь, вы не только ждали. Не переживай.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Присаживайся. Вы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хотели обсудить дело. Тогда я подготовил договор и ждал тебя подписать его. Вот уж не ожидала. А это сюрприз. Ты заслуживаешь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ты теперь сможешь полноценно влиться в московскую жизнь и московский бизнес. Это моя заветная мечта. Вы настоящий джентльмен. Но джентльмен и должен делать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для людей. Как ты думаешь, почему я так снизил для тебя цену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к нам?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пришла ко мне вечером, домой, и сказала, что ты знаешь, кто ограбил мою инкассаторскую машину, дала мне денег. А потом я послушал китайского официанта и понял, что это мои деньги. Ты просто-напросто вернула мне их. Ты украла мои деньги, а потом дала малую часть, чтобы подкупить меня. Скажи мне, когда ты это все делала, за кого ты меня принимала? Ты думаешь, что я старый глупый тупица, и ты можешь насмехаться надо мной? Господин Михайлов, не поймите меня неправильно. Я сделала это тольк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работать деньги. Я всегда вас очень-очень уважала. Мне нравишься, госпожа Джао. Ты умна, хладнокровна. Твоя реш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евосходит мужскую.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воя восточная внешность.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ы очень мало жила в Москве, чтобы понять, какую ошибку ты совершила. Сядь! Сядь. Куда ты убежишь? Сиди, сиди со мной вот так вот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Со мной. Дай мне полюбоваться на тебя. Так.
姐，快跑！走啊！站住！我爷，里边回去。我让你回去。随便回去，姐夫，姐，你从这儿走不了啊！妈呀！там поработаем。выслушай машину。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Задержаны два гражданина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при них нет, не могу допросить. Ведите их в отдел. Принято. Что жена?我跟朱三儿、牛振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你不应该把我和他们一样的看着。对，你是有梦想的吗？开飞机是梦想，对吧？那做绿林好汉是不是也是梦想？谁也不比谁高贵。但是时代变了，没有你。时代变了又怎么样？哎，喂，двое， пошли со мной， пошли， пошли。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带你上梁山啊。走吧。是我，苗雨林是不是被抓了？我没法确定，但现在看来确实很有可能是苗雨林。他现在在哪儿？玛莎已经到金武站去接他们了。你得想办法把他放了。我不，
我不能这么做，这太冒险了。我一直联系不上你，我们这边出大事。米凯耶夫刚刚被干掉了，我没法帮你。好吧，我不需要你帮我别的忙，你只要告诉我警务站在哪儿，我自个儿去救他。你不要再惹事儿了。那你想让我怎么样？让苗永玲把所有人都供出来吗？到时候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马老师，还记得你。да, Наташа, выходи за него. Он же любит тебя.再狠点直接撞死我算了。陈尔丽呢？她就在我旁边。人呢？肯定没有跑远。你给我追！走，有警察！快上车！上车！Вызывай подкрепление! Чандо! Чандо! Али! Чандо! Чандо! Али! Чанд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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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ангельник! Ты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если произошла какая-нибудь ошибка, ты вообще мог бы здесь не стоять? Переводите, давайте, ну! ？我刚才路上看见好多警车，为什么戒严了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Почему милиция заблокировала дорогу？ 哎，我问你话呢。Он хочет знать причину. Михаева сегодня убили. Он сказал, Михаев был убит. Белорус ли Москва 700公里，乌克兰还要更远一些。我也打算离开俄罗斯，去东欧躲一阵儿。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见了。
别说丧心了，现在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上边，别总学香港电视剧那套。要是在北京咱俩遇见你，我肯定会娶你，小林子。 我知道你的心思，希望下次再见你，你还能再叫我一声二姐。放心吧，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总之，谢谢你。应该说我谢谢你。那我走了。 路上小心。二姐，袁永玲走了，咱们怎么办？ 我们回莫斯科。现在回去，安全吗？出这么大的事儿，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你以为那么容易逃啊？让苗永林给咱们探探路。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需要包里斯的帮助，但不能信任他。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вы приедете? Заходите. Завтра я смогу забрать ваш паспорт. Есть проблема. Ка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Вокзал. Дорогу везде, да смотрели воюют. Так. В общем так. Есть один завод. Вы можете на него поехать, и там есть 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оезд. Вы на него сядете и доедете до следующего города. Ну, а там пересядет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остав, и все. Я адрес сейчас напишу. И его нетрудно найти. Начальник цеха мой хороший товарищ. Он позаботится о вас. Спасибо. Войдите. Посмотрим, что мы нашли. Химзавод. Не нравится мне это место. Тут управляющий послал туда Распутина. Китайцы тоже там. У нас есть шикар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ано радоваться. За годы службы я понял, что не надо самому себе многого обещать. Куда ты звонишь? Я всего лишь пытаюсь быть человеком, который держит слово.
и выполнять свои обещания.还是喝不惯这个。你多喝点就习惯了。吃饭都这么积极啊！喂，铁路司机，你好。好的，我知道了，非常感谢。谁的电话？科博得到消息，幺幺零现在藏在郊外的一个化工厂，拉斯普林正在赶过去。走，赶紧的，千万别让拉斯普林赶在咱们前面把幺幺零干掉。Заждались, друзья мои. Ваши паспорта. Деньги оставшиеся. 那罐子没有剩下的钱。有问题吗？就200。你的那边呢？哎，еще один。Я забыл в автобусе, сейчас вернусь. 我早就知道你有问题。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闭嘴。Что ему надо? Он с ума сошел? 我他妈让你闭嘴。Что ему надо? 闭嘴。Я не понимаю. 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有问题。老实说，是不是把我们出卖了？Я понимаю. Прости.对，是不是把我们出卖了？是的。那你过来，我他妈让你过来，过来，我开过来。我把我身家性命都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说啊？表哥，你冷静点啊。刘哥在上边了。Гости, вы гости, подождите. Мы сами разберемся. Хорошо. Там внутри бандиты. Китайцы, у них оружие. Они убили рус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Я вас услышал. Отойдите на безопасное расстояние. Внимание всем на склад! Вы окружены! Ложите оружие и сдавайте! Иначе мы применим силу! Берем штурм. Давай. Ты меня на шум вар.
你拼一把吧，没准儿或者比他，咱还不如拼一把。此次之祸，你替了苗哥。 Химический завод! Быстро всем эвакуироваться! Все очаги потушены. Хорошо. Чан Яли, не ходи сюда. 姚月林呢？啊？哎，你能让他们告诉我，苗月林他现在人在哪儿吗？啊？哎，我说，刚才这么大动静。 他能藏哪儿啊？啊！Стар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как тебя угораздило-то？А подойдите сюда， смотрите，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У меня одежда пропала。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我早就说过他们不可信，全是骗子。那枪手到底哪儿来的？别的吧，他们得罪了黑社会，我后悔死我了，刚才应该一枪打死他。 把压脑浆打出来了，现在怎么办？咱去哪儿啊？去哪儿都不安全吧。要不咱找二姐姐。啊？我估计她也自身难保了。我想起一人来，一中国人，真是我也不太放心的，但实在也没别的法子了。 情况呢，大致就是这样。帮我办护照那哥们儿突然就去圣彼得堡了，圣哥也听见了，特别不凑巧。不凑巧。那我们的事情怎么办呢？这样，苗哥，你们啊，这两天先在家里边住着，我出去给你们想想办法去。你们踏踏实实等我消息，好吧？不用等。你的朋友在圣彼得堡？对呀。那太简单了。 我们直接去圣彼得堡，收拾东西。我们现在就走。没错，现在就去，这有点突然吧？你觉得突然？太突然了，我他妈也觉得突然。你想想，我们留在莫斯科，警察黑帮都在找我们，他们都以为我们会往南走，去乌克兰，可我们忽然往北走，也没有直接出境，而是去了圣彼得堡，这是他们想不到的呀。 他们不会知道，给我们办护照的人去了圣彼得堡，所以我们也跟着去了圣彼得堡。对呀，对对对对对对，苗哥，
既然您决定了，我就想办法帮你联系他。我让他在那边招待你们啊。笑什么呀？嗯，兄弟，你觉得我们会扔下你不管吗？在我们安全离开俄罗斯之前，我不会让你离开我半步的。行，没问题，我也好久没去了。哎呦，嘛去啊？去拿份报纸。拿报纸，你别这么紧张。江，哦哦，老马是吧？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哟，认识？认识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有朋友，那边，苗哥，见过吗？都他妈躲了！他妈什么跑儿？我好哥们儿，啊，老孙，你好。孙以前也是做生意的，我们俩一个厂的。老孙，那个老陈呢？老陈，老陈啊，你们俩以前一块跑货那个？哦哦，你说那个老陈是吧？老陈呐，老陈最近他回国了。哦，回国了。啊行，哎，那你改天见着他，你告诉他一声，你说咱们俩今儿能在圣彼得堡火车站碰见，你说巧不巧？哎，你也去圣彼得堡是不是？不好意思，我们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啊，先走了啊，回见啊。太巧了，真是。喂，喂，陈警官吗？孙老师，对，是我，我在圣彼得堡火车站，我刚才看见马长江了，还有三个人跟他在一起。马长江，你确定吗？我确定，他主动跟我说话了，跟他在一起的那三个人就是火车上抢劫我的人，他们也要去圣彼得堡。下一趟火车出发还有多长时间？你盯住他，我马上过去啊。圣彼得堡，我们去圣彼得堡。他说火车已经开了，已经开了。那下一班什么时候开？3个小时以后。三个小时，那来不及了。他说，如果你着急的话，也可以坐汽车过去。坐汽车？
от Москвы д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на поезде 8 часов, а на машине лишь 6 часов.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坐火车要8个小时，坐汽车只要6小时。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想都想了，就这么干吧。走走。整整提前2个小时。这样，待一会儿我跟耀哥和老郑守在出站口，宋林，你跟志国去一趟当地警察局，跟他们联系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派人来增援。好。嗯。熟人是干什么的呀？就是一倒爷啊。倒爷？倒爷为什么老跟着我们？不会是警察吧？哪有他那样的警察呀？你想多了，苗哥。别动。Не знаю. ，经理官，马长江呢？就在我后边呢，他们发现我了。这车上还有别的门啊？兄弟，你为一口肉，我为了3条命，比你凶了点儿，骗我心里去。小伙，钱。我是个讲道理的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行了，兄弟，回去吧。好。
行，那三位顺风顺水，一路平安。蓝天，鱼回大海，我们又一次自由了。毫无疑问，二姐现在正在试图逃离俄罗斯，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偷渡。二姐现在试图逃离俄罗斯，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偷渡。二姐现在试图逃离俄罗斯，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偷渡。二姐现在试图逃离俄罗斯，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偷渡。他们在设立检查点，二姐想要偷渡的话，肯定会使用到交通工具，但是必须要快。他不会留给我们太多时间吧？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Также мы разошлем фотографии во все гостиницы,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она пойдет именно туда, мы ее возьмем там. Не только отели, вообще все места, где она может появиться. 他们还要检查酒店跟旅店，并且把二姐的照片贴在她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Офицер Чен, Борис будет командовать этой операцией.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он знает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Я думаю, что проблем в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у вас точно не возникнет. Я возьму под свой контроль все гостиницы. 他会让鲍里斯负责这次的行动。鲍里斯会说中文。如果第一时间发现了二姐，会很好的配合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你看，全莫斯科都在这儿吧。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说的是。Да. Так. Понятно, понятно, спасибо. Скоро будем у вас. 又一个火车站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找到了二姐，让我们去看看。我同事都出去指认去了。我去看看。Да. Борис.Где ты? Я сейчас где рядом с Киевским. Приезжай за мной. Хорошо. Времени в обрез. Я не хочу, чтобы эти двое передали меня твоему коллеге. Ну, значит, потерпи еще немного. Чай ли там? Да, прямо передо мной. Он не должен узнать. Н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ремени слишком мало. Хорошо, жди меня. Жди, только не дергайся.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я скоро приеду. Все, выезжай. Короче. Чэнь Цзинган, 他们详细的描述了一下那个女人，我觉得和二姐很像。你要不要亲自去一下？好，我去。好吧，我安排车送你过去。谢谢。嗯，念念念，你可懂？你可懂？念。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无缘无故耽误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告诉你，我的时间很宝贵。我谈的那些生意有多重要，你知道吗？我的每小时都值上百块。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再等一会儿，马上就让大家走，好吗？人了几十个人，没有一个是二姐。想不明白，邪了门儿，挺鸡贼。其实我觉得呀，压根儿今儿都没跑，遛我们玩呢。要是这样的话，今天可就白费了。会不会是什么环节我没有考虑周全，让他给漏过去了？
你看，这里怎么样？至少在这儿，没人会发现你。不好意思，我想离开俄罗斯。你疯了！他们封锁了所有的交通工具，现在走就是自投罗网。等等吧，二姐。这次排查过去，我送你走。放心吧。我能相信你吗？当然。为什么二姐每次都能逃脱？如果是一次两次，那是运气好。可每次都能成功逃脱我们的追捕。二林，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啊？你们看看这一个个俄罗斯警察，指不定哪一个已经被二姐买通了呢。那就得先找着这人，要不然你永远也逮不着他。嗯，也许咱们今天真的判断失误了，二姐压根儿就没走，偷渡就是一幌子。有这可能？就这么回事儿。不对，你们看。这是二姐的护照复印件，这说明她今天已经落网了。俄罗斯警察里一定有内鬼，这个人就在73分区。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ария Никитична. Здрасте, присаживайтесь. Спасибо. Дело вот в чем. Недавно мы вели наблюдение за одним объектом, и во время которого в поле зрения наших камер попала женщина,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напоминающая РДЗ. Агент, который ее заметил, когда-то вел слежку за Михаевым. Он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увидел ее на одном из вокзалов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какого-то милиционера. Да? Да. Сергей попросил меня передать вам эти пленки. Надеюсь, они помогут вам в ваших поисках.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Надеюсь, они вам помогут в ваших поисках. Информации здесь довольно много. Ну, вы пока их посмотрите. Угу.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 свидания, спасибо. Вера, вы не могл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зайти ко мне в кабинет? На этих пленках в ходе другой операции заснят побег РДЗ с вокзала. Говорят, что ей помогал какой-то милиционер. Понятно, лейтенант Маша. Что бы вы хотели, чтобы я сделала?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вы отнесли это в операторскую и завтра посмотрели, и все изучили. Не нужно начинать сегодня вечером? Нет, вы и так вчера задержались на работе. Есть, лейтенант. Спасибо. Как там, Лига? Маша положила кассету в кассетный зал. Кто придет, тот и есть тот негодяй. Эй, Борис.
这包里斯还没出来呢，我们看看这包里斯最后会干出什么事情。 Что ты здесь делаешь? Да, блин, прикинь, хотел остаться, чтобы смотреть пленки с РЦ, и закурил их. Вот. Борис, вы арестованы. А что, почему? Блин, да это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е. Я тебе говорю, я хотел... не хотел домой идти. Ты же знаешь, какая у меня жена. Ну и... Да правда, вы чё? Привет. Привет. Помог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哎，你问他一下，这个地方在哪儿？ Скажите, где это? Это находится вот здесь. 啊？ Угу. 我刚认识了一个从中国来的农场主，他们家离这儿不远，而且是一个人住。 他是个东北人，应该有很多钱，而且他把他的钱就放在书房的保险箱里。二林，现在这个形势之下，还能干这样的事儿吗？我仔细的想过了，不能在这儿等鲍里斯了，时间越长越危险。这个农场主有一辆大卡车，咱们可以开着他的大卡车去别的城市。 您打算怎么做？早上等他的工人全部出工以后，我们可以去拜访他。他会给我开门，然后你冲进去把他控制住，要出保险箱的密码，拿到现金马上就走。没问题，明白。最后一次了，能干完这一票。 拿到现金就足够我们去国外躲一阵了。 Да, ребят, я хочу пояснить, что я все это делаю ради денег. Я никому из вас не хотел доставлять никаких проблем, ни в мыслях не был. Ты же спрятал РЗ в каком-то храме, скажи. Ну да, я спрятал. Только если хотите ее найти, то вам надо торопиться. Борис, объясни. Бандюки ее тоже ищут.
Я им сообщил место, где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Зачем? Ты знаешь, Маш, мне начальник казин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бабки платит за информацию. Вот я ее и продаю.环境挺不错的。对，空气非常好。哎，老文。啊哈，回来了。哎，回来了。哎，老文，这你的谁啊？对象吗？别胡说八道，朋友。啥朋友啊？女朋友吧？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你啥鸟样，我们还不知道吗？你嘴生点大病。老文，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帮流氓在追我的债吗？啊。就是那帮人，都追到这儿来了。就他们啊。没事，咱们人多，不用怕他们。都跟我过去。走走走。站住！你们几个想干什么啊？欺负人欺负到家了是不是？知道他谁吗？抢劫犯他是。他是抢劫犯呐。 我看你们还想强奸犯呢！说什么你啊！别激动，听我说啊，我们是警察，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但是你们肯定被骗了。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败类，专门在俄罗斯欺负中国人。今天收不收拾他们？收拾！上来！我们真的是警察，他是 K3列车大劫的主犯，你们不要妨碍公务啊！别激动，大哥，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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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傻子吗？你们都别乱来！李哥，快抓紧！站住！我挨！站住！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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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着他！你们不用怕他们啊，全都是流氓，往死里给我找，出了事我负责。怎么这么傻呀？啊！我这怎么跟你们说才能信呢？ 告诉你们，我们站的是警察，你们再这么胡来，全都会被抓起来的。这几个屁叉呀，一帮人追一个女的，你们还警察呢？你们那是抢劫火车的主犯，找他们给我扯的。二姐呢？谁？二姐。啊，你姐刚才从那边走了。老文，啊，他们都是抢劫犯啊！你别信他，他才是抢劫犯呢。兄弟们，小心点，把他们抓起来交硬偿。别让我抓着你啊！我去！小心点，别上！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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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去了。 За мной。 哎，他尼玛又急了，流氓，狐狸干！他妈给我把嘴闭上！叫我好哥，哎，小心点啊！老张，老张，你还想往哪跑？啊！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了我。 放了我，这些钱都是你的。可惜我是个中国警察。林哥，别跟他废话，别过来 ！Помогите ему！ 别过来！ 是黑帮派来杀你的吧？别过来！别过来！拉上！拉上！
Окружить здание. Без моего приказа в здание не входить. Поручите это нам. Хорошо. Вы двое. Товарищ, а? Я给你叫救护车。你这么不认路，不坐你车了。我以前又没来过。那前面那么多警车，你跟着不就完了吗？我刚才不是说了，他们开得太快了。快不快没关系，自己太笨。要不你来开，要不你现在就下车，能不能别说了？
哎，把车横路上，别让他们过去。不要停，冲过去。帮我处理个人，他们就在莫斯科，所以我才找你嘛。一共三个人，都是中国人，就按你的规矩来，告诉他们，我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这样咱们就躲过检查站的检查了吧？这得做多久啊？我也不知道，我看怎么着也得两天吧。Граждане, проверка документов. Приготов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аспорта.
Гражданин, поднимите голову. Мы проводим проверку. Вы слышите, о чем я говорю? Вызывай 73-е отделение. 73-е отделение, прием. Я 73-е отделение, слушаю. Прием. Мы КПП 161. Задержаны трое китайцев, объявленные вами в розыск. Прие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вторите. Прием. Мы КПП 161. Задержаны трое китайцев, объявленными вами в розыск. Мао Юнлин, Джан Дэшен. Прием. Вы уверены? Прием. Да, абсолютно уверен. Приезж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Хорошо, прием. Товарищ лейтенант, к вам пришли. Входите. Привет. 我们是中国警察。 Мы из полиции Китая. 请问苗永林是不是关押在你们这儿？我们想见他一下。 Скажите, Мяолин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ся? Мы хотим его проведать. Их забрали уже. 他被带走了。带走了？为啥呀？是被73分局的马莎中尉吗？ Лейтенант Маша из 73-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Нет, капитан из 73-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Ну, мужик толстый. Вы можете, я не ошибаюсь. Вот это да! Я должен рассказать об этом вечере всем своим друзьям. В Москве шайка китайцев угрожает милиционеру.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 такое возможно. Не плекида, Виджес. Вовсе вы не милитонят. Ты видишь? Вот этот пистолет в моей руке.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Конечно. Ты можешь выстрелить, но мы пойдем вместе. Ты можешь выстрелить только в одного. Похоже, мне предстоит трудный выбор. Тогда сначала я убью тебя. Хунье, ты с ним что говоришь? А?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 Не дай ему зажечь. 再跟他说一遍，只要他把人留下，他就可以走。 Вы можете идти, а не остаются. Вы за кого меня принимаете, а? У тебя есть вариант получше?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аучила весь мир, что переговоры лучш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Ты можешь выстрелить в любого, но после тебя одинаковые. Тихо. Я просто пошутил. Не нагнетайте атмосферу.先带回再说。嗯，走。去。你说我是坏人了？你觉得你是个好人吗？从在工厂开始，我只希望跳舞能进歌舞团就这么简单。后来我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可我有个儿子，我必须给我儿子一口饭吃。我错了，最后我只想活下去，我想让跟着我的兄弟们都好好的活着。我有什么错？也许我唯一的错就是我遇到了错的人。可惜啊，你的命运不只是遇到错的人那么简单。你给多少家庭带来了伤害和痛苦，你的行为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法律。我现在心里这感觉吧，不知道怎么说。你什么意思？回去啪了一下小命就没了，按理来说我应该很难过呀，可是我看见这些吧，心里还有点美滋滋的。你说我是不是贱？天生就是挨枪子儿的命。人嘛，都有这毛病。能有这么一大帮的警察呀送我上火车，我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光宗耀祖了。行啊，心态不错。你知道吗？我感觉自己算个人物。我有时会想到，当火车距离祖国越来越近的时候，二姐、朱三儿还有牛振这些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会恐惧吗？会后悔吗？还是有一丝回家的如释重负？我又一次想起了契科夫笔下的萨哈林人，他们对于平整的马路视而不见，继续跋涉在泥泞中。当你踏入一条路的时候，你会随着周围群体的步伐不断向前，来不及思考。我们就是这样吗？